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可能他没有我，他比较不习惯吧。妖人，看难怪怎么都是这种小弟弟。所以你在那继续干下去，对不对？放鞭炮。哦，吓死我了！队友跑出来，我鞭炮喽！好慢，有人在后面打我啊！啊？他妈人到底在哪？我有一样的问题耶。我所以我不不太喜欢打团死的原因就是干嘛？就是大家交换随便复活，到底在哪里不知道。一下前面被打，一下背后被打。啊，原来我们是两边交换的。UAV standing by。又听到枪声，那人到底在哪里呢？靠北哦，在那边二楼干，又是他们又跪在二楼哎、欸，上图没有错就这样。哦，靠北哦，不看到自己人了，哇哇哇哇哇哇，哇炫附近有人，啊有吗？有，刚被射了。藏在二楼位置、欸，哇靠！上去干他，他有个多只哎、欸，没看到。你们楼下有一个刚进去，可能在走楼梯哦。到，有啊，死了。啊靠！我这边还有一个，出门有一个，对，是他。靠呀，他太远。我捡，我捡敌人枪，我 SCAR 打我没子弹了。我自己放枪。这把现在又被我调到会飘到天上去了，我快受不了了，我可能需要拿回连锋了。哎、欸，那个脚印真的很厉害、欸，我现在就一直看到脚印，我就跟着他走，然后他都背对我。什么意思？脚印那什么技能啊？就是寻血犬哦。对，我觉得现在是寻血犬加恶灵的那个综合体。有人瞄我，我会警戒，然后我看得到脚印。耶、杀死一个大陆人了。如果用冷血，你就看不到了，是不是？欸，他的脚印好像不是。对啊，还有一个冷血杀手还是什么东西？他你被瞄的时候不会触发你的那个警告。干。哎、欸，我可以叫直升机哦。你说的是 Cold Blood 吧？我忘记那个技能完整名称。雷管。哇！哎呀，六技能。看，没炸到。雷。干，差点被闪瞎。哦 ，fuck， 冲上人！我操！唉，我知道他们家踩到破，很开心。呵呵，我来跟着选走，然后又跑得超大声，他听不到脚步声。
为什么要这样？哪有人？他是在哪里啊？刚队友被射。哦，左下方。阿斯，你出。我操！我直接被闪瞎，这是什么鬼地方？阿斯，你不要出去啊！靠腰，对面有人。你滑垒滑走，那个角度不是很好打。没有，我们后面也是人。我已经走了，只是后面还有人。这地图到底，我有点搞不太清楚，哪里是敌对？哪？对啊，又交换了。我感觉一直在换了。他就乱重生啊，看人大部分集中在两个方向，他就会把另外一边复活在另外一边。小啊，为什么我们复活点没有人啊？就是原本他们家啊，他在二楼啊，我死了。二楼那杀掉了吗？我打死了一个，我不知道还没有别人。看一下，没有，二楼没人了。如果有人的话，现场就死了。哦，靠背哦。超凶欸，有一个人一看到我他妈是射火箭筒，我竟然没死。干，没压住。哇，还有。哇，到底在打什么啊？这地图小到怪怪的。我操！翻墙过来扫射的啊！哇，屋子好多人，那屋子里面听起来好嗨啊！翻墙过来扫射，那他翻墙扫了就翻回去了，怎么可以这样翻呢？随便他翻的。我靠！哇，这个机枪直接站到屋子外面了！哇哇！你被请吃吃子弹了、啊！我后面有人！哦，我们两个被罗大师阴死了，这是大陆仔。对啊，我刚刚想说，干这个角度被看到，阴在我背后，干。你要去找他吗？大敌又死了三小，在哪里死？哇，这火箭筒！这现在又出不去了。右边还出得去了，但其实也不太妙。哇、哦！嗯，小安在哪里？哦，干，那有个远的啦。哇！精彩重播是火箭筒，我感到炸三个，哇，炸三个，哇操！